众所周知，判定一个植物大招厉害不厉害，好用不好用，能否在各大模式中大放异彩，最好的测评路子就是让他们去打一堆僵尸群。那么到底哪些植物的大招最好用，能一个大招就清理一大批僵尸呢？我们先来看看不能秒杀僵尸群的植物。番茄大招是核战，但是依旧无法秒杀。秋葵大招有多段穿透群体攻击，但是也无法一个大招秒杀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接下来我们罗列一些能一个大招秒杀僵尸群的植物。第一个圆弯大招，群体击退群体伤害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第二个熊果，虽然无法击飞，但可以硬打击杀，该硬的时候就得硬。第三个苹果迫击炮，僵尸越多伤害越大，来多少秒多少。准备好了吗？打他。第四个糯米，和苹果一样，僵尸越多威力越足，爆炸即是艺术。感受我的痛苦吧。别急，他死了。第五个柚子直接击飞，你们懂的，一飞冲天，救命啊。第六个冰西瓜，僵尸越多子弹越多。第七个比奇兄弟，没啥好说的，直接击飞。这里只罗列了七个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还有哪些植物的大招可以秒杀僵尸群呢？大家可以评论区补充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